小宁就喜欢这些七七八八的小玩意儿，我又不能常回骆家庄。家主，这次又要麻烦您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带到。啊，对了，这几天听一些经过金翠州来的客人说，遇到了一只奇怪的野兽抢夺包裹，幸好被抢的多是食物，没什么损失。 金翠州温暖湿润，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许多野兽回返或者迁徙而来。往年我都会让人去驱赶危险野兽，今年忙于追查邪教，将此事给延误了。回庄后，我会马上让人前去巡视。不，小人是说，家主您回庄时也会经过金翠州，虽然现在还没有人伤亡，您也武艺高强，可还是请小心为上。 鄂兄早，两位休息的好吗？今天可要走不少路。嗯，你家的城北客栈的软和多了。那就好。洛管是常驻银辉堡，不能时常回家探望女儿，因此托我帮忙转交些小礼物。我们这就出发吧。起。乌云在沙漠边缘还真是有点少见。此地与别处不同，200余年来，从骆家庄到银辉堡一带，不仅水源丰沛，而且时常会有降水。哼，那住在这附近的人真是幸运。是啊，却不知为了这份幸运。 有人付出了怎样的代价？不舒服，忽然有点怪怪的感觉。也是，你要是哪里难受，早哭出来。高兴了、舒服了就笑，伤心了、难过了就哭，这不对吗？不是不对，是很奇怪，没人这么大了还这样。哦，唉，算了，你这个样子我也习惯了，走吧。 该死！难道有人遇见了洛管师说的野兽？姑娘，我真的不是有意的，你相信我。闭嘴！敢占我便宜，非弄死你不可！我真的不是有意的，求求你让我上岸吧，我不会游泳。 洛兄，男女之间的事，咱们就别掺。鞠公子，鞠，温养托他照顾的那个人吗？鞠公子，发生何事？洛家主，滚！敢多管闲事，我就宰了你们！哼！姑娘。 在下洛昭言，是洛家的家主。这位鞠公子是我的朋友，不知鞠公子哪里冒犯，让姑娘如此动怒，我这里代他赔个罪，请姑娘原谅他吧。代他赔罪？好啊，你把自己的眼珠子挖出来，我就原谅他。姑娘，这也不关他的事。姑娘，你真为勉强人所难了。 不敢，那就别挡我挖他的。姑娘，你老想挖他的眼睛，是不是在水里的时候被这家伙撞见了？那又怎样？我可不要和这种没用的家伙扯上关系。按我们的规矩，遇上不好了结的事情。 谁强就听谁的，我就是要挖他的眼睛，不愿意，有本事就胜过我。鞠公子，你真的……我只是想洗个脸凉快一下，根本没注意到河心有人，刚听到有人声，就被踢到河里了。河心，哼，今朝，他这样是不是算色狼啊？我们还帮他吗？ 不是，我眼睛不好，离得远一点就看不清了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真的什么都没看见。这是几？五、三，哼，还真是个睁眼瞎。姑娘，此处与河心相距甚远，鞠公子的眼力不可能看到那么远。 怎样？说句没看见就想算了？当然不能。起，把他弄上来。哎呀，看你长得老实，居然是个色狼！快叫疼！哎呀！这位姑娘长得这么美，你没看清是你的损失，冒犯姑娘就是该打。哎呀！够了，少做戏了，当我白痴啊！ 姑娘不止人美，还七窍玲珑。姑娘，你先消消气，咱们罚她点别的吧。她的眼睛，我非挖不可。姑娘，此事确实居公子有错在先，但他也是无心之失，而以他的眼力也……姑娘想让他受些苦楚也是应该。若是姑娘愿意，我愿代居公子自断臂骨谢罪。但姑娘如果执意要挖人双眼， 我洛昭言也不是浪得虚名，看来是非动手不可了。昭言，别担心，我们帮你。洛家主，不必这样吧。这位姑娘，我……真没用，你倒是不错。我硕玄最喜欢有胆识的人。好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今天就放过他。 多谢姑娘。讨厌的家伙。嗯？嗯？姑娘，硕玄姑娘。 下次再走近我10步以内，我就让你粉身碎骨！硕玄姑娘，人家都要挖你眼睛了，还这么舍不得？其实你刚才看了人家，没有？哼，还装傻！真没看的话， 你怎么知道他是在河心？你是被他踢到河里的，照理说不该以为他就在河边吗？我不是有意的，而且我的眼睛真的不好，就模糊看见河心冒出个人影。然后人眼一闪，我就被踢进河里了。唉，离骆家庄还剩小半天路程，我们先休息，吃点东西。好啊。赶紧去跟洛兄道个歉吧。 骆家主，对不起。居公子，你既然对硕玄姑娘确有无理之举，就该坦然承认，由她处罚。如此撒谎逃避罪责，实在不该。是。居兄弟也是无心的。再说，凭他的眼神，看了也等于没看。当然，看了就是不对。不过那位硕玄姑娘都已经答应算了，这件事啊，就此打住吧。居兄弟以后记得小心，不要再犯就行了。哎呀，天还真热，我们下去凉快一下吧。啊，我刚从河里爬上来，就不去了。我早习惯了，倒不觉得热。我去。 你玩起水来半天上不来，就你一个人，还是算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可以吃东西了吗？月姑娘饿了，我请洛管事准备了一些银辉堡的特色小吃，好香啊！这个葡萄干也好甜。对了，还没为你们介绍，这两位是岳今朝和岳琪，目前正在帮我调查起魂邪教之事。 这位是居十方，与温兄和明姑娘一样，自中原正武盟来。温堂主已经回中原了，居兄弟留下是为了调查邪教的事吗？哦，那些事我干不好的。我来银辉堡是想找一样东西，刚好阿养和明姑娘要来，我就顺道和他们一起来了。是何物？若是罕见难寻，不妨由我洛家帮忙寻找。 其实也不算太稀罕。这是出自西域的铁杨木，至轻而坚，风干50年以上的老木，更是轻如鸿毛，坚如石铁，最适合机关造具用。之前我曾经尝试用樟木、榉木乃至檀木制造机关核心，但不是过于沉重，便是无法承受机关运作时的力量而变形断裂。后来我偶然从西域商人那儿买到几块铁杨木。 发现它的质地胜过其他木材数倍，只是木纹粗糙，容易卡壳磨损。不过我试验了很多次后，发现只要用2分玉漆树脂混合8分铁汁留在表面，就可以既保有木质坚韧，又保证表面光滑。之前我尝试过在铁杨木表面留了1厘铁漆之后做成核心，成品的机关坚持全负荷运作了半个时辰之久才散架。要是能有更多的铁杨木，就可以做更多的实验。 我的机关一定能够成功，到时我的鸡巧堂就名副其实了。机关是什么？哦，就是这样的。这是。 这个还挺可爱，啊，还会动，这是你做的吗？真厉害！它叫豆包，还可以战斗。有铁杨木就可以做很多这种熊吗？嗯，应该没问题。那我帮你找，你做一只给我，成交。啊，这我其实还不会做呀。 齐竟然主动接近第一次见面的人，别麻烦居公子，改天我给你做个别的玩意儿。可是这个好有趣。那个铁杨木其实也不是那么好找的。据说有种飞鼠，每年这时节都会迁来金翠州安家，他们经常收集铁杨木做窝。 可我找了好几天，还试过拿吃的引他们出来，结果都没用。这样啊？什么声音？啊，吃的！哎，等等，他抱着的那块木头，不就是铁杨木吗？不会吧，这么巧？ 它就可以做熊了，就让它自己给我们带路吧。居公子，你之前是用什么当诱饵的？馒头。难怪。我看到银辉堡的那些大风车，没忍住要他们拆了一个给我看里面的构造，结果就没钱了嘛。